实物打印机。老板，帮我打印一份简历。好嘞。哇哦，这纸有点特别啊。皮皮，我舍不得你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啦。是空白的。客人真不好意思，这次我亲自来，保准 OK。这怎么印的还深一块浅一块的？不好意思，吃坏肚子了。当食物去跳伞。我害怕。别怕，和我一起跳。这到底是跳伞还是蹦极呀？塔克。我有点害怕。哦吼，那是不一样的感觉。什么时候打开降落伞啊？我恐高，我不敢。印度飞饼，要不还是不跳了吧？别担心，我的飞行技术很好的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降落？爸爸，我只学过飞，没学过降落呢。